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参三丁的施玉杰，然后是今年的毕业生。要非常感谢就是这三年来老师跟学校对我们的教导和帮助，当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学校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，老师们也一直为我们的人生道路给出许多的建议，非常感谢你们。然后呢，也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再回到学校，跟这些老师相聚。那祝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顺顺利利，然后鹏程万里。